上帝杰作《神秘方块海奇景》在马祖。不久前，外媒曾经报道，在法国的雷岛海面出现奇特景色，这里的海面波纹呈现一块一块的方块模样。报道一出，让这个地方瞬间爆红。其实就在咱们马祖，也有这样神秘的奇景。的地形和海流潮汐的影响之下，两方海流互相推进，形成如此奇景。中午的时候，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，它退潮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这里了。那现在呢，是因为是夕阳西下，那因为西莒嘛，拍夕阳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拍方块海时，还要记得从高处往下拍才会明显哦。另外，由于昆丘海滩地处偏僻，只要天气好，晚上拍夜景或是星轨都是很棒的场所。副刊登新闻，摄影大哥好会报道。